子呢。9点，哎，一条一条，你花多少钱中一条？20，你花多少买一条？35啊，这个赌性坚强。出发台南，跟你说有一天一百吧，他也很相信他有证据。后站租车，然后走错了。走错，后站。因为我想说后站好像比较多。那你这样做吗？就在警车前面这样做的。Like。花桂有蛋黄，哇，非常的扎实。怎么样？嗯，怎么样？好吃。它是百年老店。你好绵密哦，它的酱料蛮有特色。会有入口即化的感觉吗？没有，不要乱用。口感非常的滑顺。很绵密哦，你刚刚都这样拍我，我也要这样拍。哇，看 Kiki 小姐吃好像不错。我们到了台南美术馆，吃完蛙桂就在对面。那我们就是先来这边走一走，看一看。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上厕所。Bingo！ 觉得这次台南的天气怎么样？热炸了，现在是冬天呢。这次天气非常的好。租到一台帅车 ，Kinko 小灰狼。很多人拍照的地方是这里吗？是另外，是不是另外一边？哎，保姆车哎，是不是有大咖的来？哦，晶晶。我兄弟的啦，我兄弟的蜂王啊，赞！我恐龙的啦，恐龙最强啦，恐龙称霸世界啦。下一站要去哪里呢？去双山。绿豆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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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绿豆沙。超多人。记得上次我们两个一杯不够喝，上次我一杯喝得很不过瘾，只有我们两个懂。Yes， 两杯大杯绿豆沙牛奶。龙生绿豆沙。我本来想说点一杯就，但是被说不行，因为你跟我抢。我要开喝了，开始。邱家小姐米粉。外带快多了。去旁边的有狗狗的咖啡厅。都不用排队。都不用排队。付40块，拉太奶，大象，我们来泰式奶茶店吃小卷米粉，在邱家小卷米粉内用要等大概一个多小时。我们现在有4杯饮料，1、2、3、4。一样好吃，汤非常的清甜，可惜来太晚了，没有小卷卵。它是帆布路。我们吃饱了，车停在邱家，然后去别人地方吃饭。
太好笑了，太好笑了！我们为了这个临时停车，哇！温度时光 ，Let's go。对啊。在和乐广场唱歌，好唱吗？那你说要站起来唱给大家听。我还记得那天，我惩罚又是遇见。哎，你怎么那么湿啊？看不到你，脚而已，弄得全部身体了。水脏吗？臭。我们到安平老街，多摊贩哦。这里走进去有很多打弹珠的。要不要去安平古堡？太多人了。哎，你要去古堡找自己现买的食物。我有了。我跟你讲。啊，你要吃什么？蚵仔煎、蚵酥，那一些吗？我讲的都是我不喜欢。昨天对枫叶是挑贴纸，现在又在挑贴纸。你有像我们吗？有啊，你是小猪啊。我在猪嘞。两球。在哪收？我们去乐兰泽堡。哎、欸，走错路了，要往那边走。渔光岛现在拍照最漂亮。走走走，跑跑跑！现在渔光岛的海会金光闪闪。超多人的啦！比肯定还多人。可能大家都逛完老街，然后就聚集在这里。哦，这个阳光美哦。上一次踩沙子是什么时候？啊？松。那有玩沙滩排球的，好热血，好沸腾啊！肚子饿，要吃牛肉汤吗？现在在吃阿安牛肉汤，而且这边点牛肉汤，肉燥饭吃到饱。我一横一竖马上过车，我一刀一剑折成了一壶凉，我不知不觉，不知不觉化我的模样，成你的模样。哦，时间啊，来吧，再重来一次，我都会没有明天般挥霍着找到你的时间啊。走吧，我也曾为你去流浪，我还是这样，我愿意这样 forever young forever young。 怎么一个人我都没忘，二十年后还是一样轻狂，一样不忘，对吗？你深爱着那样的我，对吗？那天我离去了，我会告诉他，亲爱的你还想酸的长 forever。